这里找到合适的没有？没有找到，这里的条件太差了，不是工地上的，都是保安，确实不能改。你今年多大了呀？我33。你33，你看不起工地的，看不起保安，你多少钱一个月？对呀，我一个月3800。3800，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？我呀，我是服务员。服务员3800，你看不起做保安的，你搞笑吧？我觉得你这个太夸张了吧？怎么呀？我觉得我们这种，我觉得我很优秀啊。你哪里优秀？你告诉我。除了收入，其他方面我觉得我都很优秀啊。我会做饭呐、我体贴男人呐、你体贴男人？对呀。那你觉得你30多岁了，在餐厅里面当服务员，一个月3800，你看一下这里这些男人，工地保安的一个月都是5000-6000的，工地上的人，他跟你门当户对呀。但是这事情我看不上啊，我觉得不能改变我的生活条件，我为什么要和他一起啊？我还不如我一个人过呀，一个人过我还没有忧愁。他们这些不能改变我的生活，我和他们在一起干什么？对不对？我还不如一个人优质的单身，又没人管我，多自由的呀。但是我跟你讲，我说个实在话，你不要生气哈。我觉得一个女人应该追求有温度的东西，你老是觉得他们这些工资低、收入低，这也瞧不起，那也瞧不起，你自己三十多岁了，说难听点，你都是中年妇女了，你要想找个条件好的，怎么可能？我觉得不可能。怎么不可能嘛？我觉得遇到合适的，有很多人喜欢我的，我觉得不存在呀。你觉得要找一个收入多少的才合适，才养得起你？至少20000块钱嘛。因为我觉得的话，我和我朋友去喝个星巴克100多块钱，我做个美容500多块钱嘛，他如果一个月几千块钱的话，哪个养得活我嘛？根本养不活我。那你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些做工地做保安的那几千块钱都不配跟你两个结婚的？对呀、真的是，他们那几千块钱还想我给他生孩子，怎么可能嘛？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怎么可能嘛？哎呀，你不采访。